千尺白云，东映微风夜间。正如吴门匹练，香炉铺雪，不复遍其为山为云也。数百年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穿行在西南群山之中，对一处奇胜之地发出了由衷赞誉，深感得见此景不负自己在绝险山林中行走数日的辛苦。这处胜境就位于广西南丹。如今这个山川奇秀的地点已从蛮瘴之乡化为多民族相融共生的热土。清脆的群山间，铜鼓的声响激荡百年抗争的豪情，衣角的繁花描绘璀璨多姿的文化。南丹在欢歌曼舞的节拍里，成为一颗绽放着熠熠光华的南国明珠。1991年12月12日，一件名为《垂蝶鎏金银摩诘》的文物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它形似一条鱼，高14.8厘米，长34厘米，宽9.2厘米。垂蝶卯汉成形，镌刻阴县为市。垂蝶鎏金银摩诘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件形态罕见、工艺极为精湛的文物迅速吸引了考古学者们的注意。南丹县人民政府随即加强了对县域内文物的普查和整理工作。在远离中原地区的南丹，为何会集中出现规格如此之高的文物呢？当时就职于南丹县文物管理所的徐金文在研究中发现，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为南丹的历史风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材料。下五月，沁园府西北有新雨。明代崇祯11年，公元1638年，徐霞客进入今天的南丹地区。到达的当天，他就在一个村庄里见到做锡矿交易的商人和负责运输的单夫多达300余人。次日，徐霞客发现自己借宿的村子距离锡坑只有10余里。按照徐霞客游记的指引，学者们发现南丹一带的山区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地处南丹县西北部的孟英山出产矿产超过10种。早在明代永乐年间，朝廷就派遣官员在此开矿。矿产资源的丰富使得今天南丹所在的区域在古代一直备受中原王朝的关注。2003年，南丹县人民政府收到一件特殊的文物，文物的捐赠者是当地莫氏家族的后人。这枚印章为黄铜所制，重800克，边长7.4厘米，这是清代顺治皇帝颁给南丹莫氏土司的周印。这枚周印的出现为后世研究清代国家治理的思想和方式提供了有力证据。在梅城发现这一枚周印以前，我们研究历史呢，可以想一个看着找不到头绪，找不到一个切入点。自从得了这枚周印，对促进我们对历史深入调查
根据这个周人作为线索，可翻查更多的历史资料。南丹一带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一直是滇黔以及本地矿产对外运输的重要陆上通道。南丹银矿对历史上西南一带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锤叠鎏金银摩诘正是制造于宋代的银器。至今，南丹的矿产资源仍是河池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丹县还存在不少明代的古矿农和渊井。当地政府部门将这些遗迹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同时，一个崭新的中国丹池矿带地质生态园也正在规划之中。一枚印章，一座山岭，南丹的历史凝聚着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发展历程，也孕育着一代代南丹人舍身报国的忠义之魂。1930年五月，一个坚毅的身影踏上了纳地县苏维埃的土地。那时，震惊中外的百色起义和龙舟起义已经点燃了左江右江两岸的革命星火，人民反抗压迫的呼声也日渐高涨。来人在刚刚建立起来的纳地县苏维埃政府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右江革命工作的指示。随后短短数月之间，纳地县苏维埃政府迅速发展起来。这位帮助南丹人民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干部，正是时任红七军前委书记、政治委员兼红八军政治委员、临时前委书记的邓小平。当年邓小平对纳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韦国英、红七军第三纵队第四游击大队大队长蓝志仁等人积极开展革命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李运红，蓝志仁的外甥，为协助编撰《南丹革命老区发展史》一书，李运红正在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在他的探寻下，祖辈参与革命的经历和南丹县一带的红色历史逐渐浮现眼前。南丹的红色革命基础极为深厚，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丹一带的百姓就在东兰农民运动和百色起义的影响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建立起了自己的农民武装力量。也正是在那时，曾经因不满地方势力辞去学堂公职的蓝志仁，作为几个村镇群众推选的代表，参加了清算当地官员贪腐作为的行动。行动失败后，蓝志仁踏上了投身革命的道路。1930年2月，红七军第三纵队攻占纳地后，右江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纳地县工农民主政府，同年五月更名为纳地县苏维埃政府。南丹县一带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曲折幽深的溶洞为开展土地革命战争提供了便利。大场镇扬州村南部大约400米处有一个溶洞，洞内空间最高处约13米，最宽处有50米左右，延伸约2000米，
为了保护当地村民，蓝智人决定将所有村民都转移到这个溶洞中，并且在洞中储备了粮食，做好了坚持长期斗争的准备。在这个典型的喀斯特溶洞中，钟乳石、石曼等成为了南丹居民阻挡敌人进攻的障碍。凭借此洞，红军战士和村民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穿插在重兵之间伺机歼敌，与国民党武装对抗了近三年，先后遭到八次围攻。在此期间，蓝智人不断在周边区域转战，今天的天鹅南丹一带都留下了他英勇抗敌的佳话。1932年9月，蓝智人带领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在南丹八木革命根据地对抗数千名敌人的围剿。面对敌强我弱的战局，战士们没有退缩，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激战数个昼夜之后，蓝智人身负重伤，却仍然率领战士以刺刀、石头、木棍进行顽强拼搏，最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年仅28岁。在常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蓝智人的父亲蓝景山、两位叔叔和两位胞弟全部参加了战争，一家六口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蓝智人等一大批南丹革命志士的带领下，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成功牵制了南丹、河池、东兰、凤山等地的国民党武装力量，缓解了敌人对广西革命根据地其他地区的压力，对壮大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南丹群众依然把当时多年坚守的溶洞叫做革命洞，它见证着红军战士们与当地百姓水乳交融的情谊，也铭记着南丹人英勇不屈的品格。2008年4月9日至5月9日，一场别具特色的表演出现在法国巴黎的舞台上。南丹县白库瑶民族风情表演队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多彩中华在法国民族文化展示活动。在此期间，这支来自中国西南小城的表演队每天演出两场，让世界认识了这个名叫白库瑶的族群。白库瑶，瑶族的支系之一，因其男子通常穿着及膝白裤为名，在南丹县境内分布尤为集中。1938年，社会学者徐松石来到桂北考察。1939年，在他出版的《越江流域人民史》中，白库瑶这个族群名称第一次有了正式的文献记录，并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广西民族博物馆原副馆长农学坚对右江流域瑶族各个支系的文化进行研究已经超过30年，在他眼中，白库瑶代代延续的服饰和音乐特点尤为鲜明，蕴藏着丰富的人类学信息。白库瑶的服饰在制作工艺上极为考究，它采用当地粘高树的树枝来浆洗蜡染，外加白库瑶刺绣工艺，30多道工序耗时1年多才能完成。
在仔细考察过白裤窑的服饰后，农学监认为，白裤窑妇女日常劳作中上穿冠首衣、下着百褶裙的服饰形式，与古代中原的冠首式衣裙极为相似。这样的服饰在给生产劳作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记录着男单人受汉文化影响广泛的历史。2006年，瑶族服饰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丹县人民政府随之加快了保护白裤窑文化、打造县域文化品牌的进程。作为政府邀请的专家，农学监和当地手工艺人们一起开展白裤窑文化的整理工作。他发现白裤窑的各种风俗活动总是离不开铜鼓的身影。水族地理志里面就有一段关于广西古代铜鼓铸造和使用情况。异乡工得名师傅，道者如云，有鼓者号为杜老，群情推服。所谓杜老就是头人首领。那么从这段记载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古代铜鼓在当时它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为了探究历史上白裤窑的祭祀风俗以及蕴含在其中的民族歌舞，农学监再次来到南丹县探访这里的民间艺人。47斤、啊，是打磨完了最少的，这31、32。嗯，如果达到我们这边腰骨的，就是28斤。古老的铜鼓与一种瑶族语言中称为“秦泽格拉”的舞蹈一起构成了白裤窑文化的精髓。这套舞蹈主要来源于野生猕猴的动作，因而也被称作猴鼓。秦泽格拉舞者黎方才和寨子里的许多人一样，自幼熟知秦泽格拉的舞蹈和乐声。我们两次去过吧，就是带着我们的这个铜鼓，还有陀螺，还有我们的服饰，去展示给全世界人们看。我感到很高兴。2003年，中国广西南丹里湖白裤窑生态博物馆落户南丹县里湖瑶族乡怀里村后，县政府组建起了白裤窑民族风情表演队。在这里，黎方才和队员们一起研究，并向乡里的孩子传授敲铜鼓和猴鼓舞技艺。此后，南丹白裤窑民族风情表演队的节目在各大节庆活动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并走出国门。2014年，铜鼓舞南丹秦泽格拉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黎方才被确定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和一大批文化工作者的不断挖掘整理下，针对白裤窑的上百本研究专著已经得以出版，让外界得以了解南丹白裤窑的社会生活与文化风俗。来自白裤窑祖先的印记荡漾在激越的铜鼓声中，也洋溢在欢快的舞步里。时光流转，白裤窑百姓对传统的守护、对自然的敬畏早已融入生命，化作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
新鲜猪肉加上花椒、食盐、八角等调味料，剁碎，最后加上煮熟的糯米，搅拌均匀。料理好的粉肠吹胀通气，用肉类馅料填充扎紧，在阳光下自然风干或挂上灶头，用甘蔗渣烟熏。经过一个月的熏烤，腊肠水分充分蒸发，熏烤好的腊肠在常温下可以保存到来年五月。南丹腊肠是那地村郎冰泉教练何梦卓的收徒仪式上不可或缺的传统美食。在自幼学习郎冰泉的何梦卓眼中，这种泉树承载着家乡人的英勇抗争的精神气质。低架势，办公部，低头弓背，利于快速进击及退防。一招一式凶猛强悍，郎冰泉的动作尤其适合短兵相接的搏击。何梦卓带领徒弟所练习的郎冰泉，相传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侵犯江浙沿海，朝廷决定征调田州、南丹州、纳地州等地郎兵出征。明代嘉靖33年，公元1554年，田州、南丹州等地郎兵总共6000余人，跟随瓦氏夫人赴江苏、浙江征倭。因为路途遥远，传说将士们携带了熏制好的腊肠等干粮，一路赶赴江浙一带前线。这种干粮易于携带和长时间保存，只需用明火烧烤即可食用。家乡的风味伴随郎兵将士们愈战愈勇，让他们在江苏、浙江一带屡立战功，威震东南，令敌人闻风丧胆。当时郎兵他们有一种战术，是四营分为主，第一打头，第二打腰，第三那个把敌人竹竿靠，三个人一起动手，然后这个打翻敌人了以后，第四个的负责过休息，包功劳，过得越多，功劳就越大，所以当时呢，很快就把倭寇平息。南丹郎兵将士们回乡以后，所使用的拳法、随军携带出征的食物，都在他们的家乡代代流传下来。随着当地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南丹腊肠也不断创新着口味，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旅游产品。有座翠儿起山，这花呀往后啊开。任时光流逝，洪水河畔，郎兵将士的后人们无论身处何方，心头最惦念的始终是家乡的香软滋味。简简单单的腊肠，传承着郎兵将士们守卫故土的珍贵记忆。它不仅是南丹人家家必备的美味，也是无数远行游子心中难以忘怀的一段乡情。
轮朵当，汉语称为水竹琴。这种来源于壮族民间的乐器，采用洪水河流域的竹子制成。一支完整的轮朵当乐队包括大竹琴、中竹琴、小竹琴以及牛竹琴等十二种乐器。演奏之时，或如静夜虫鸣，或如万壑松风，表现力极为丰富。南丹县文化馆馆长张海志正在参与当地政府部门恢复和传承轮朵当文化的工作，他对于轮朵当的认知来源于前辈陈爱民。陈爱民是第一批参与复原轮朵当乐器的工作人员之一。1985年，他响应县里关于挖掘整理南丹县民族文化遗产的号召，走访了原纳地桂剧班当时唯一在世的老艺人于振坤。据老人回忆，当年桂剧班外出演出时，就曾经携带着声音古朴优雅的轮朵当。随后，老人画下了这批乐器大致的模样。根据这个线索，陈爱民于1986年第一次尝试制作出了轮朵当系列乐器中的一件，并于当年9月在全县文化站工作现场会上演奏。此后，已调到县文化馆工作8年的陈爱民与本县对民族乐器制作颇有造诣的民间艺人们联手，历经4个月的精工细作，终于复原了全套壮族鼓乐器轮朵当。2004年的南丹县81建军节文艺晚会上，身着壮族鲜艳服装的12名演奏者用轮朵当演奏了土司古曲、壮乡二月等乐曲，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一鸣惊人的轮朵当很快被指定参加当年11月举行的第6届河池市铜鼓山歌艺术节，并荣获特别挖掘奖。2005年6月，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在贵阳市举行，会议结束，与会的多国专家专程来到南丹现场观看了轮朵当的演奏。这套濒临失传的乐器组合渐渐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然而，第一批制作的轮朵当依然存在音量不够大、表现力不适宜当代舞台的特点。为了在壮族传统节日马拐节上得到更好的呈现，张海志找到了南宁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教授秦国伟，决定对轮朵当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和创新。同样身为南丹人的秦国伟，对民族乐器的制作和演奏有较深入的研究，他对挖掘和传承家乡的民族乐器兴趣盎然。把这竹子把旁边的这个枝丫砍掉，我们就可以进行碳化处理。碳化处理就是把它烤干，以后给它防蛀、防虫啊，蛀啊。烤的时间，看到竹子的这个它干的成分。好，这个地方来一刀，这边也来一刀。陈爱民等人制作的乐器面板为梧桐木所制，秦国伟将它改为皮革，增加了乐器的音量，让它的音色更加浑厚。经过2个多月的反复论证和调试，轮朵当系列中的3件乐器再度问世，其音乐的表现力得到了大幅提升，更加适宜不同条件下的现场表演。
公办皮，古今年里的，古大早上带古买陈红花，早上陈红花，一年古你把都能拿不关得工。这部记录白库窑居民生活与风俗的短片名叫《天命》，与专业的影像记录不同，这部影片的拍摄者在广西民族博物馆的支持下，拿起摄影设备，以自我视角记录下原生态白库窑村落的点点滴滴。在里湖瑶族乡，像这样由白库窑村民们拍摄的影片，截至2020年6月已经制作完成超过68部。这些短片通过独特的视角为外界展示白库窑的珍贵文化遗产。这些村民们所居住的村落也随着镜头的记录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中国第一个瑶族生态博物馆，与大多数博物馆修建在室内的方式不同，中国广西南丹里湖白库窑生态博物馆借鉴了以整个村落为场馆基础的建设理念。除展示中心能够陈列相关文物和展品之外，人们将在村落中看到活态保存的白库窑文化。2017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当时最大的扶贫搬迁项目，南丹县千家窑寨万户窑乡异地扶贫搬迁旅游开发项目拉开序幕，总投资13.7亿元，设置3个安置点，异地搬迁1.35万贫困人口，彻底解决了白库窑居住环境落后的问题。许多本来居住在原生态村落中的白库窑居民则成为了生态博物馆中的员工。随着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南丹县一直联合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打造着县域内的其他民族文化品牌。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工作的蒙元杰就曾经参与到南丹县中保苗民族服饰的征集活动当中。中保苗跟白库窑的上衣，当地人都称他们为冠首衣，两者都是由两片青色土布组成的，无襟无领，无袖无扣。从图案来说，白库窑跟中保苗都是采用比较抽象的几何图形作为图案，比如说中保苗的蝴蝶纹就是两个简单的三角形组合成的。在征集民族服饰的过程中，蒙元杰逐渐与南丹民间手艺人潘仁凤成为了朋友。2010年，南丹县苗族服饰制作技艺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作为代表性传承人的潘仁凤打算以南丹中保苗服饰的外观为切入点进行创新设计。我做了这一套衣服，从来没有脸的，现在生脸啊，还有没有那个飘带的，我放了飘带，要走为了更加拔力。是桂花能想起你离。在南丹县委县政府的指导下，南丹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随着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将作为南丹一带珍贵的文化遗产加以陈列和推广。以之为蓝本的一系列文创产品，也让南丹的民族文化跟随旅游开发的大潮开始了新的发展。崇山环绕之中的南丹，踏着古老的歌谣翩然起舞，在生态与民族文化建设的舞台上华美亮相。
蜿蜒在桂西北山林之间的驿路，洞穿千百年的悠悠时光。绿树深处，金属的光芒辉映厚重的历史，斑斓的衣裙点缀文明的长卷。从伦朵当优美的乐声，到铜鼓舞欢腾的跳跃，多彩交融的民族文化以山川为底色，描绘出壮美而瑰丽的图景。南丹嵯峨山岭上坐看云起时，山西两岸壮寨遥乡，古调声传，锦绣遍地。